8749公里的距离，穿越经度，跨越纬度，我们再次为您真实呈现。Bogo 旗下邀请您，借由本次新车大展，亲身体验集结90年的瑞典造车工艺魅力，与 Bogo 一同迈入下一个90周年。那我就只好回到半径。For a better day.
现场热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玉安，非常欢迎各位莅临台北新车大展中最具特色且最引人瞩目的 Volvo 汽车展区。为了提供参观的朋友们与国际同步接轨的车展体验， Volvo 汽车不仅斥资打造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还好那衣服很紧啊。今年在主舞台上，如果真的掉下来，那个大哥们就记得狂拍，他明天就头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切都是为了表演。与众不同的北欧奢华氛围，同时还有台下 Polestar 性能专区，以及其他各式 Volvo 车款，以最丰富的展演阵容迎接所有车迷。接下来将由我。钟明安、廖一璇、陈毅为各位一一介绍 Volvo 现场所展示的各式车款。稍后我们还将进行互动问答的游戏，让您有机会将 Volvo 的限量精品带回家。现在就请您与我们共同感受 Volvo 及灵敏驾驭主被动全方位安全科技以及北欧工艺设计立体的造车哲学。首先请您跟我们介绍 Volvo S90， 荣获2016年度红点设计大奖，且被汽车权威杂志 Top Gear 评选为年度最佳车款的全新 Volvo S90， 源自以人为中心的造车思维，融合北欧典雅设计元素与 SPA 底盘完美车身比例，并结合第二代半自动驾驶科技与升华人性化车窗，不仅为旗舰房车立下美学全新标杆，也挑战量产车款的造车工艺极限。接下来由玉安为我们介绍 Volvo XC90 T8 Excellence。 Volvo 当家 LSUV 旗舰车款 XC90 T8 Excellence顶级四座版本，采用先进插电式复合动力系统，拥有407匹马力，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仅49公克，兼顾性能与环保的双重优势下，完整展现 Volvo 造车工艺的成熟洗练。同时配备专属瑞典百年水晶品牌 Oliver 水晶排档及手工特制水晶对杯组，一匠心独具将美学融入生活的精神体现，为这部 Volvo 旗舰休旅增添了丰富的感官极致享乐。接下来请易璇为我们介绍 Volvo V60 Polestar。 凭借超过20年征战世界各大房车锦标赛事的完整经验与赛车相关研发能力，Polestar 结合 Volvo 汽车科技与生产资源，成功打造出兼具性能与安全，并于各种气候环境、任何公路条件都能轻松征服的你们两个这样 Amber 是要干嘛？ Amber 是发呆的。Volvo V60 Polestar 刚搭载获得2017 Voice Auto 年度最佳引擎的 2.0 升涡轮，拥有最大马力367匹。0到100公里加速仅需4.8秒，展现性能休旅车动撼的能力。接下来由易颖为我们介绍 Volvo XC60。 Volvo XC60 是 Volvo 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跨界休旅车款，它融入更多感性形态，充沛动能，同时完美结合稳定工学与多媒体娱乐系统，打造出未来科技氛围，在安全科技上更跨越十人自行车专车领域，以革命性创新安全配备遥遥领先全球车坛，安全耀眼聪明，这就是 Volvo XC60。 接下来由易璇为我们介绍 Volvo V60。 欧洲热销旅行车款 Volvo V60 以独特的楔形车身与纤巧的跑车造型车名设计，伴随着两侧向后流动的迷人接线，充分展现典雅与力量兼具且蕴含速度感的跑车风格，堪称是史上最美的运动旅行车款。
最后由你我们介绍 Volvo V60 Cross Country。Cross Country 车是另一座 V60 Cross Country 跨界修理车，真是 V60 优雅曲线，并融入越野强韧元素，外观专属无边饰板设计，让 V60 Cross Country 外形更显抢眼。结合出色的运动性能与车体防护，能征服更多路况，展露独具慧眼的 New Auto Style， 让你们更自在地探索全新视野乐趣。Volvo 在这次新车大展中展出全新的 Volvo S90 及七款新时代豪华车款，以充满设计、低调奢华与实用功能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风格，与新时代精英一同窥探未来的容貌。接下来的互动问答活动，答案都在刚刚的介绍里，只要您有仔细注意听， Volvo 的限量精品就是您的。各位观众朋友请注意哦，等等回答问题举手的同时，必须要大声的喊出 Volvo， 只要你的声音够大声够特别，就能够将 Volvo 的限量精品带回家。那首先我们来请逸璇为我们送出第一个礼物。OK， 要拿到我们的礼物非常的简单，我们找一个观众朋友来示范，因为我看到你很多场都有来，要怎么样要拿到我们的礼物，请问你最爱的车厢是就是要如此特别。我手上还有一个，那我们再选一个中间那位拿手机的小姐。是我吗？是我。对，就是你。请帮我们喊出最特别的 Volvo。 妈妈，谢谢，帮我查阅一下。我觉得这一场的观众朋友真的太可爱了，特别到我们没有办法忘记你呢。错，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礼物是非常可爱的麋鹿书签。那我们请莹莹帮我们问出这个问题。好的，请问 Volvo 的吉祥物是什么呢？好，小轩，让我们再一次哦。Volvo 的吉祥物是什么呢？耶！妈妈！哇！莹莹有选出来吗？我觉得就是你哦。喊到都需要快哦。恭喜你！你问是什么？麋鹿，恭喜。那接下来下一个礼物我要送出今年新的便利贴，相当实用哦。那我也问一个送分题，只要你们说出你们最喜欢 Volvo 的哪一个车款，我就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你。那我数到三，一二三， Volvo。 哇，绝对不能忽视你，就是这位大哥，绝对不能忽视你。你最喜欢 Volvo 的哪一个车款？ S90。 上一场好像也是他，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让我忽略他。谢谢。好的，大家把握机会，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场演出的压轴礼物，我们请您恩帮我们打开揭晓一下是什么礼物。这礼物呢是每一场为之疯狂，大家疯狂响阅的麋鹿手机座。响阅是大平台的意思。响阅是什么？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好想要，对不对？好可爱的。好，刚对上的最喜欢的车是 Volvo S90， 对不对？好，那我就来问一题，也算是送分题，但是其实问题蛮专业的，但答案很简单哦。是哦。请问，荣获2016年度红点设计大奖，全世界为之疯狂的车款是位于舞台上的哪一款车呢？一二三，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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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请问是位于舞台上面的哪一款车呢？S90。 好，就是你了，恭喜。我辛苦你了，喉咙很痛。对啊，我们一样加送这个购物袋。好，因为大家真的实在是太热情了，我们太感动了。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场表演，所以呢我们加码送出购物袋。那要比什么呢？那我们就来比热情，比大声好不好？只要你的 Volvo 声音够热情够大声，这个购物袋就是你的，非常漂亮的蓝色哦。请问你们最喜欢的展场是？爸爸。有没有最漂亮的展场是？爸爸。来到新车大展一定要去的展区是？爸爸。好
对不起，那帮我们大声说出，来到台北新车大展一定要去的展区是。这样不行啊！你知道刚刚右边也喊得很卖力，你这样子，他喊到快断气耶。对，再一次好不好？你最喜欢的展区是？宝马。谢谢你，谢谢。没有拿到礼物的朋友们也不用灰心，好不好？一样，我们明天还有很精彩的表演哦。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热情参与，稍后也欢迎大家前往舞台左侧包包精品概念店参观，现场提供最低40%的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前往参观选购。若您有任何疑问，请查询展场 Bobo 销售顾问。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是 Bobo 展区的最后一场表演咯，我们下一场的活动时间为明天早上11点。祝各位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明天见。圣诞节快乐，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站到这边的 take 最好。对啊。而中年人在那边拍不到。对哦。来 take 一下陈玉安。
下拿上。